到目标。主人心血的人都得受苦。行了，我们去寻找暗象区的生还者，我会帮忙掩护找到的人，而你负责阻挡敌人。暗象区的另一边有个传送装置，希望它还有用。看看这里还有没有人，又有人死伤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去看看裁缝店和孤儿院有没有生还者，我在这里守着。小心别碰到炸药。情况不妙啊。你的尖叫声会回荡在主人的大厅里。现在应该安全了，但还是要小心。奥图玛到处都是索尔的部队，你们只是喂食虫群的肉块，正是进退的时刻。
行动！干嘛呀？你的肉被冰火的兽群吃掉，你的灵魂会被冰火所吞噬。我是准备行动。勇士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忙。你来的正好，我在精神谷的兄弟姐妹有危险了，我们得先杀了那个东西。恩若斯的文化发出虚无的低语，把我们的萨满逼疯了，必须全部摧毁掉。
于自由了。但是以后我们还怎么能相信元素的声音呢？之息，因此而遭到屠杀。他们死不瞑目。
再行动。向我揭晓，艾泽拉斯末日将近。准备行动。唯有武神之血能够解救。预言喝下，我们就得死。至少你可以稍微放心，万一真的发生了，你也有终结他的准备。